Hello， 大家好，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我现在来到深圳西乡镇的铁仔山公园，登到铁仔山顶，可以看到深圳一线的山城海景。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登一登铁仔山。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铁仔山是深圳城市的休闲氧吧。登上铁仔山的山顶，可以看到深圳西海湾绝美的落日。可惜今天不是晴天啊。铁仔山高204米，不是很高，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西海湾，西南可以瞭望大海。铁仔山公园，这里可以看到西乡立交啊，车流量非常的大，交通很繁忙。我是第一次来登铁仔山啊，看样子这个景区又被我包场了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其实这种天气爬爬山挺舒服的，不会热。唯一可惜的就是看不到落日余晖的那种美景。铁仔山公园绿化环境非常的优美，很宁静。上面是天后宫，这个方向是凤同听雨，我们先去天后宫看一看。这边有个亭子，非常的幽静，植被很茂密，山路错综复杂呀，我都不知道哪一条路是登山道，随便走了，有一种迷路的感觉。看一下这个导览图啊，空中连廊往这个方向，雨竹琴台也是往这个方向。看一下这个地图啊，铁仔山公园还是挺大的。我们继续往上登啊，天空好像下起雨来。这里就是天后宫，功德箱。这个是土地啊，这种小黄花开得好娇艳，那种紫色的叫紫薇花呀，开得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我们去空中连廊，感觉铁仔山的登山道多得很呢，错综复杂的。我都不知道哪一条路才能登上山顶。我估计我从这里上又转到原处了。我浪子走中国，转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呢，想不到今天就栽在深圳的铁仔山公园了，真的又转到原处了。
我上来看一下地图，看了一下地图，朝这个方向走，曲通幽径呢。整个铁仔山被我一个人包场。这才是上山的路啊，现在我们朝观海台进发呀，在观海台可以瞭望深圳西海湾的滨海风光。这里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可以看到深圳宝安区的城市风光，高楼林立啊，非常的繁华。天空中还有飞机啊。我们沿着这个木栈道一直往上走啊。哇，前面好壮观啊。前面那就是广深沿江高速，远方就是波澜壮阔的大海啊，太壮美了。要是天晴就好了，晚霞满天那会更美啊。我们再往前走，看一下前面的视角是不是更好一点。天空随时都可以看到飞机，看天空中的飞机。哇，这个位置的视野更好啊，可以看到一线的山海城景，太壮美了。风雨之中，我一个人在铁仔山欣赏这浪漫的海景。这里是空中栈道啊，虽然天空下着雨，太阳也从云层中爬了出来，好美啊。这里就是深圳铁仔山公园，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晴朗的天气来，可以看到海边的落日晚霞，非常的浪漫和唯美。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